心的。他有写过这个乙字啊，蓝，那个蓝他有写过，蓝情绪，当然写过蓝了，这么有名的蓝。那这里最厉害是这个地方可以绕圈圈，啊，绕那个圈圈绕得好漂亮。但是它下面这里确实写的有点宽大的宽扁一些点，好，因为它就像挤在里面。丝丝不要写大，因为下面有个心字，上面有蓝，下面有心，所以它。没什么条件可以把它写得特别大，因为笔画不多。但是你可以写紧，啊，写的密，这个倒是可以。但是就是不要写的大，因为真的没有条件，上面下面的字笔画都超多的，你没有条件写大。心，心其实也很多写法，没有什么对错，看你要写哪一种笔画。好，哪一个勾进来的？好，楷书画，心，如在人体的如都写的。女部啊，写的是比较正常的哈。好了，这样过来看起来比较，这样绕过去看起来比较优雅，不会觉得太方硬。因为他写这样折折折，确实比较方硬。如松松，他也写不大。松不大，枝。其实也不大，但还好，它下面有一个胜字，我那胜字就有的表现了。啊，这都不大。表现机会来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行书都一直在算，算谁要表现，谁不表现，谁要夸张，谁要含蓄，谁要轻，谁要重，谁要长，谁要短，谁要连，谁要断，谁要。谁要